相爷，您请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昨天夜里御书房发出的一道圣旨。皇上不在，有什么圣旨可发的？这正是我要请教相爷。莫非有人假冒皇上？ 乱发圣旨，相爷英明，这是欺君之罪呀！是谁这么大胆？所以，才有人封锁皇上出宫的消息。你是说，王爷？皇上如有不测，这帝位只有王爷才能够继承。相爷，这是个阴谋，皇上。 十分危险。他们都谈了些什么？严大人告诉宰相，有人假冒皇上，发了一道圣旨。继续监视。是。我说杜丽啊。 最近有谁来过这儿吗？没有人来过，这儿是御书房重地。可是严峰并没有进宫，他是怎么知道昨天御书房发的这道圣旨？这难道严峰在宫中有内线？ 别得意，绷带上都浸着毒呢。你想让我死，可以把我扔到江里，又何必要下毒呢？你错了，我不想你死，我不会这么轻易的饶过你的。你留着我一条命，想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报仇吗？哼，我要皇上最珍爱的东西。 你的女儿，宁香怎么样？当年，如果你肯饶恕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，今天我就会放过宁香。你不可以，我不会让你阴谋得逞的。 一根汗毛，我做鬼都饶不了你。你做鬼？我家100多口冤魂还在地下等着你呢。老天保佑宁香别来，千万别来呀！宁香，她是个孝女，她怎么会舍得她自己的爹？
他不会来的，不会的。崔公公，码头边上只有一家茶馆，等红灯挂起来的时候就是混江龙到了。末将明白，记住，进去之后不得留一个活口。啊，全部都要杀死啊？那是水寇的一个窝点，连伙计跟茶客全都是水寇。哦，终会明白了。记住，混江龙的人头我要亲眼看见，朱慧一定把他带回来，然后把茶馆烧了，烧得干干净净。遵命，走。小崔，你小子跑哪去了？你让我找得半死。可恶！混蛋，你也敢打公公？你敢打我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陆师爷，哎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啊！哎，小翠，崔公公啊，这是大内的包公公，您不认识他？什么包公公，闻所未闻，宫里根本就没有这号人。小翠，你疯了！崔公公啊，这您可得认清楚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他根本就是个骗子。反了，反了！小翠，这笔账你给我记着。哎，住口！你也敢打我？我早就瞧你不像好人。我也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全都瞎了眼了。燕青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我是公公，公公。走吧，走。你是什么公公啊？你是吴公。对。我想起来了，逛庙会你花了我好多钱呢，你还我钱，还我钱。还我钱！你们都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我告诉皇上去，把你们都充军发配，都发配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去。带上去，走吧你。明香姐，红灯挂起来了。你说什么啊，明香姐？快点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！他们是来杀人的。崔公公果然是个叛徒，真的被皇上猜中了。叛徒就该杀，有仇就要报。明香姐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大仇人吗？大仇人就是杀害我们全家的那个大恶人。你找到他了？我找到了。明香姐应该为我高兴吧？皇天不负有心人，韩心，他是什么人啊？他住在哪？我已经打听到了，明天中午那个大恶人将会乘船经过附近。他带多少人来？你一个人行吗？我想请明香姐埋伏在石桥上助我一臂之力。好，我就给他来一个凌空一击，这个大恶人准没有防备。姐姐，你真的愿意为我复仇吗？你我情同姐妹，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。
姐姐真是大义凛然，真令寒心佩服。公公，你的情报有误啊，那个霍江龙他没来茶馆。朱将军，你可看仔细了。哎呀，每一具尸体我都亲自查看过了，那个混江龙我不可能不认识。糟了，我上当了啊。公公，你说什么？朱将军，赶紧回衙门。好，走。好，好，什么人？我们是混江龙大哥的手下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大胆草寇！你这狗官，供坛上我就跟你交过手了。哼，看来你是来送死来了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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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混江龙。哎呦，这个还有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敢正面对人？赶紧回去吧。哎呦，不行，人是我抓的，我得审呐。心仪的嗓子那么清脆，一出生就穿帮了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我嗓子太好听了，想难听都不成。哎，真麻烦。武功不错，我们水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。放屁，我钟馗不是软骨头。哼，混江龙大哥说了，只要你肯归顺，水寨第三把交椅让你坐。呸，我堂堂一个大将军，岂能做水寇？如果你不肯归顺，就要把你丢到江里喂王八。我钟馗今天为皇上尽忠，死也不做水寇。把他扔下去。是，走。怎么办呢？哼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用的家伙，把他扔下去。是。哎，大哥，他又不是官兵，干脆放了他吧。啊，哼，我们刚刚杀了朱奎将军，都被他知道了，
哦，对，要斩草除根，我这就把它扔下去啊！走，快点，秦妈，秦妈，我也是这个水寨的人呐。哼，少来这套，水寨的弟兄，哪个我们不认识？对，没你这号人。真的，真的，我是混江龙的大哥。现在江湖上人人都说是混江龙的小弟，你倒新鲜，敢说是混江龙的大哥，吹牛也不打草稿。真的，真的，不信你们带我去见混江龙。哼，混江龙也是你能见的，扔下去。是。走。未命令。什么？令牌就在我身上。大哥，这个是咱们水寨的令牌。这是混江龙亲手给我的。这种令牌是我们水寨最顶级的令牌，除了混江龙大哥，只有立过大功的人才有。你一个普通商人，哪来的令牌啊？哼，我就是立了大功啊，劫供船就是我安排的。又在吹牛了，劫供船是机密事，你能知道你不是商人？我不是商人，我是大内公公。供船的时间、路线、船上有多少人守护，全是我亲自告诉混江龙的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你们要不信的话，可以带我去见混江龙，要以一句差错，你们就砍我的头。好，我就信了你。是你呀、不用讶异，还有公公的老朋友呢。朱奎，你他没淹死。原来供船是被你出卖的。他我以为他们是水寇，我是骗他们的。真真假假，杭大人自有公断。杭大人他被圣旨革职了。哼，圣旨是被你带来的，我还不相信你呢。杭大人怎么处置？为衙升堂。王爷，您看，这是三年前严峰任钦差大臣为皇上到江南去选的妃子。他选中何人？梅妃呀、梅妃。娘娘，严大人府上回话，他不在京城。什么？那他到哪里去了？严府的人也不知道。娘娘，时辰到了。娘娘天天在这儿设坛做法，祈求皇上平安归来。这娘娘她就这么忠心吗？是的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他是严峰挑选进宫的，单单这事儿就很可疑了。王爷，这奴才不明白，这宫里的事一定是他透露给严峰的。现在严峰失踪了，这事儿他们俩的关系一定很不简单，给我盯着。是啊。
乡，阔别已久的故乡。当初我一开始，我决定一定要衣锦还乡。如今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兰心，我回来了。我现在已是三公了，应该符合你的要求。是当年和我良宵无猜、青梅竹马的那个人吗？老天爷，求你保佑我，让他一如往昔那样深深的迷恋我。这可是我唯一、最关键的机会了。兰心，兰心，严峰，兰心，是我，我是严峰。真的是你，严峰，你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，你变得高大、英挺，又神采飞扬。如果在路上见到你，我一定认不出你来了。你更不一样了，你以前就美得令人炫目，现在简直令人无法呼吸了。兰心，我这趟回来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还会记得我。你怀疑我会忘了你？你知道吗？那就像是怀疑长江会干、黄河会尽一样，这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我从你的眼睛里面一直看到你的心里深处，我看到一颗真诚炙热的心。那是当然的，我以前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更会如此，永远不变。永远不变，多么动人的字眼。你的心也会永远不变吗？当然了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证明。那就带我进京去。进京？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啊。兰心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，我指的是雪飞的事情。那个叫梅梦雪被推荐入宫的女子，我知道她，她是官宦之后，人虽然长得很美，可是比我却差多了，不单只是容貌，琴棋书画、才智，我样样都下过苦功，唯一输给他的，就是我的出身而已。等等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从小就说过，我长大了要当皇后，这个梦想，这个愿望，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可是，那不过是儿时的一句戏言呢。不，这不是戏言。我再认真不过了，因为我有这个条件，我够这个资格。我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平平凡凡、庸庸碌碌。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你瞧，老天爷都替我抱不平了。如果不是朝中这么多文武百官，皇上为什么偏偏选中你，派遣你来呢？严峰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现在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，再蹉跎下去青春是不会等人的。我已经准备了一辈子，我只缺一个机会，我就可以一鸣惊人了。而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。不，
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是，你是的。从小到大，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对我这么呵护备至，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子全心全意的护着我，爱着我。严峰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是钦差大臣，大权在握，多推荐一个人选，只不过是开开口而已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根本没有办法。你做不到，你是做不到，还是不愿意做？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皇上选妃是他亲自决定，我只不过是来替他迎接，如此而已。如果突然增加一个人选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我很抱歉，叫你失望了，但我实在帮不了你这个忙。别人都以为兰心已经死了，而我梅梦雪将以皇上新娘的身份一路上以红霞遮面，直到皇上亲手揭开为止。如果你不说，有谁会知道我是冒名顶替的呢？你疯了。
你真的疯了，你疯了。对，这个计划可以是疯狂荒谬，但也可以是天衣无缝的，这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呢。你住嘴，你住嘴，你是要我欺君？对，我是要你欺君，而且我还要让你欺天。你想清楚，如果你愿意保护我，你就一路帮我帮到底，要不然你现在就告诉我，让我死了这条心，我就此放手。我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，让你背叛天地君心，这是强人所难。好吧，就让我替你做决定吧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答应我，不然就让我去死。却因为你而不能自拔，情愿出卖自己的良知和自己的灵魂。天哪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娘娘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太专注了，大伙都不敢打扰，可是这天都已经黑了，回宫去吧，当心别着凉了。回去吧。进了公堂还不下跪？哼，我是大内公公，不跪地方官吏。朱将军，你说怎么办？侯大人，我押解共团的时候一共带了32名士兵，今天这些士兵全部石沉大江，现在就让我为这些弟兄们报仇吧。你不能动私刑啊。天塌下来老子也不管了，今天我要为弟兄们报仇。这里是公堂，唐铁生，你要讲法的。哎，你这回可讲法了，这公堂是我的，朱将军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陆师爷，哎，泡茶。哎，好的。嘿，茶来了。公堂代表皇上。公堂代表皇上，你怎么不跪啊？嘿嘿，幸亏你跪得早，要不然朱将军的大宝剑就削下去了。哼，算你还识相，给我老实交代，不然我就不客气。大胆崔浩，你勾结水寇，出卖情报，导致共船被劫，该当何罪？这些全都是无中生有之事。无中生有？这是你亲口说的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
皇上面前我可以作证。这都是我捏造的谎言。我以为碰到水寇以求自保，临阵欺敌，你们不能把这些话当真的。你身上明明挂着水寇的令牌，还想抵赖？那令牌是我捡到的。哟，这么好捡啊。我乘船而来，船夫打捞到水寇的尸首，于是我捡到这个令牌。我留着这个令牌以备不时之需嘛。哎呀，这么巧，我怎么捡不着啊？唐大人治县无方，以致水寇横行，我捡个令牌以求自保，何罪之有啊？呸，一派胡言。唐大人，先打他20大板，看他还招不招。哼，大人屈打成招我也认了，但是在皇上面前我要讨个公道。皇上？你眼里还有皇上吗？你假传圣旨欺君犯上，你对得起皇上吗？哼哼，唐大人如此的指控，可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证据就是整件事违背常理，皇上对杭大人视如己出，怎么可能逮捕杭大人呢？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你们总听过吧？正因为皇上英武圣明，所以才下旨查办杭大人。你还敢狡辩？杭大人见过圣旨，圣旨上的玉玺可不是假的。圣旨是假的。圣旨是真的。假的，我说假的就是假的。原来竹山县就是这样办案的。哼，那我无话可说了。圣旨的确是假的。严大人，带到哪儿去啊？我让你们父女团聚啊。韩信，听我一句话，复仇不能解脱，他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。哼，你就省省吧，我的痛苦自有解药。皇上最爱的是宁香，而宁香最爱的是铁生，我只要得到铁生，就能让宁香一生都痛苦，生不如死。铁生矢志不移，至情至性，你永远得不到他。我可以毁了宁香的容貌，让他变成一个丑八怪。你不了解铁生，即使是宁香被毁了容貌，铁生也会永远爱他，所以你永远也夺不走铁生。我一定要得到铁生。你这是做梦。做梦？哼，你看那桥上，凌霄，是我让他在那儿等的。凌霄，韩星，那个大恶人什么时候到？他已经在我的船上了，你捉到他了？他的背部被我刺了一刀，不死也没了半条命了。真的，韩星，你终于为你全家报仇了。姐姐，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杀我全家的大恶人了。凌霄，你快走。
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他是来复仇的。这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。他就是当年杀害我全家的大恶人。这不可能呢，姐姐最好冷静一点。不，米夏，你千万别下来。我已在皇上的伤口上下了毒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可就没有人能解毒了。丽香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赶紧走，别管我，快走啊！丽香是个孝女，她怎么会舍得自己的爹呢？韩青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杭铁生。结局很意外，伤心人很多。